运动抗癌案例。继续为环台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不倒骑士的环台这样之旅呢，继续的努力，而且可以吸引更多更多的癌友来参与。我们也知道，对于癌友们能够透过运动，透过这样子的环台之旅啊，大家一方面可以强健自己的体魄，另外一方面啊，坚定大家对生命、鼓励生命的一个价值。另外，也是第七年，然后这一次有46位的癌友共同的参与。连一起陪席的这些志工跟医师团队大概超过100人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！但对所有的癌友们来讲，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。今天癌症不等于死亡，癌症会跟我们一样健康，只要你运动抗癌，癌症就不会来。好，每日一生汗，医生不用看，每日1万步，身体有保护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虽然完成了1100公里，我们这是开始，这不是终点。我们每天回去，大家要养成运动的习惯。包括来自香港的，我话香港朋友大家好。好。我系马英九啊。我咪系香港仔啊。我们有马来西亚的朋友啊，阿巴卡巴。事实上，这个运动实在很好。我从卸任之后啊，就不干总统以后啊，运动时间比较多了。我到现在为止1年半了，一共骑了2389公里。如果加上跑步、游泳、爬山的话，就超过3630。所以，一哥真的。大家一样啊，从运动中啊找到生命的力量。包括不倒骑士，就是现在台湾每5分钟就有一个人被诊断出罹癌，但是呢，罹癌不可怕，怕的是你没有斗志。这个活动就是把你的斗志激发出来。各位都知道，心理会影响生理，如果你有这个斗志的话。讲老实话，有的时候真的会创造许多无法想象的奇迹。100公里，全台湾1000公里，很多大学生第一次骑1000公里，骑完之后啊，都流下泪来。他这辈子从来不知道自己这么伟大，居然能够骑1000公里啊！我刚刚也碰到好几位第一次参加的啊，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棒啊！台湾现在的单车道啊，非常的普及，而且呢品质很好，所以真的要劝大家多来参加，尤其是啊。一步一步的呢，能够克服，使得呢自己的生活固然不受影响，而且可以带动其他同病的朋友们，让他们一起呢迈向一个光明的前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行动啊！我不倒骑士，我们这一次骑出生命，我们从台北出发，一踏一踏，我们踏出1100公里，每天推进了100公里，我们为自己拍个手，谢谢。1100公里的时候，我们去到15个县市，我们真的不容易。所以我想，不止我们要影响到更多的人，也希望也许明年，马前总统跟我们一起来骑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我能够尽我的责任，照顾我的家庭。签名见证，待会请我们的不倒骑士们来到台前。谢谢马前总统，谢谢朱市长，好，大家好，谢谢，祝福我们的不倒骑士明年再出发，谢谢。